又是过周末啊，天凉很不错啊，做上几道菜啊，后院相对坐啊，头台是芝士配色辣，头道是玛克丽特的那不勒斯比萨饼，二道是香煎剑鱼排配橄榄酸菜美乃滋酱汁，甜点是比利时华夫饼配果酱奶油。附近新开了间 Trader Joe's， 顾客增多，居然要排队，瞅个空子抓了几样，冷藏比萨饼面团 Pizza Dough， 剑鱼排 Swordfish， 冷冻比利时华夫饼 Belgian Waffle。请点击订阅关注卡尔家族 Carl's Home Kitchen 美食频道，自己动手做菜，居家吃遍全球。这顿饭几乎都是 Trader Joe's。 头台的色辣里面放了三种芝士，荷兰的豪达芝士 Holda， 英文通常发音为 Gouda， 挪威的 Jasper， 还有意大利的帕马森地方芝士 Parmigiano Reggiano， 味道各有千秋，对比着吃很有滋味。过了夏天，第一次启用了后院的披萨烤箱，用 Trader Joe's 的现成面团烤制了中间薄四周抛起的那不勒斯披萨 Pizza Napolitana， 英文是 Neapolitan Pizza。面料 topping 是红色的番茄酱，白色的新鲜马苏里拉芝士 Marzuela， 还有绿色的九层塔 Basil 叶子，经典的意大利国旗绿白红色组合，也被称为玛格丽达 Pizza Pizza Margherita。 烤制中一不留神有点过于焦黑了，毕竟有三年没烤了，手艺生疏，不过味道依然很不错哦，感觉买来的面团质地不如自己发面的那么筋道，不过确实方便省事儿。顺手再用披萨烤箱炙烤了剑鱼 Swordfish， TJ 家的剑鱼质量不错，价格公道，配套了用打碎的调味食材，再加上美乃滋 Mayonnaise 做的酱料，味道很满意。 TJ 家的冷冻比利时华夫烤几分钟就好，加上橘子酱和奶油，是我们喜欢的味道。周末大家都喜欢去餐厅聚餐，我们也喜欢下自己家厨的小馆，菜是自己喜欢啊，酒水经济实惠啊，不用打点小费啊，买单也很实惠啊，吃着缺德就啊，仿佛意大利啊。